又叫我是 Johnson。今天我们要带我们的主播一期的主播去哪里 ？ATV。对啊，他们要去上节目。什么节目呀？八八六十四。我们现在去请飞。八八加六十四等于多少？来，八八乘八是六十四。不懂在讲哦，不会背了，背了，背了。我现在要过去了。他要送礼物给主播了。还有 delivery service 啊，我都做买 delivery 啊。啊，看到了 ATV， 等等等等，我们再走过去吧。到了到了 ，TV 的。想到这个，那你们找不到。Yo， Harry， 今天就是他。八八六十四，耶，紧张吗？有点紧张。有没有啊？久没有上节目了。我们久没有上这样，其实应该是以前有时常上，以前偶尔有上啊。个美女，噔噔，我们的 key 哟，他在遮住。我看这个人，然后唱的什么？在那边偷外套，去厕所一下。这是我们今天的另外一个嘉宾 ，Hello， 耶 ，Michelle。他上这个节目应该是上到闲的。哎，你们不要这样讲。老家老家，应该常来吧。现在都可以就是玩些游戏啊，甚至就是可以赢取这个 VIP 的票，就在前面。